我听一种酸酸臭臭的味道，比螺蛳粉还酸臭的味道。来了啊，大家要看好我，非常帅气的我要登场，艺术现身的数学老师 Jason。 我今天要来挑战的一个就叫做这一个，要来挑战一口气把它吃完。这个超级大的泡面呢，它就是一个这样的盒子，那里面它就是有一个这样的非常大的泡面碗。撕开以后呢，你会看到它里面一共有三个酱料包和四块泡面。酱料包都放下去，就一个调味包，还有一些海苔，还有一些香肠和玉米没了。然后现在呢，就加入热水，然后把它盖上。大家好，今天我要来挑战一个大胃王芊芊的超大盛的酱油拉面，一个人能不能吃完80分量的一个超级大？你看这一盆这么大的一个泡面。OK， 然后贴心的老婆已经帮我倒好水，然后现在我一会等他滴滴叫一下呢，那我就可以开始吃了。大胃王芊芊吃完了，好，给你们看一下它里面是这样的。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分量，这个是80人份的一个分量吗？我跟你讲，这很适合那种大型 party， 我跟你讲，那种大型聚会。哇，天哪，这个面超多，它有很多很多的海苔腥味在里面，加了大概这里应该有两升水吧，可能还不止。 OK， 现在我要来挑战了，因为我非常的饿，今天一整天没有吃饭，忙了一整天。看，那我来吃了啊，3、2、1开始。它有一股我很不喜欢的一种很酸酸臭臭的味道，比螺蛳粉还酸臭的味道。我想它是应该日式酱油拉面里面出现的一个酸酸臭臭的一种酸嘎吱窝的味道。闻到的味道让我有种饱腹感。然后一下，它有一股很独特的臭脚丫的味道。这样开箱了，无论如何都要挑战成功。这个面越泡越多，我感觉吃不完了。我天！哇天哪！你们看这个面料。我非常的饿，还是可以吃的。其实过期的食品它有酸掉吗？过期的东西一般会酸掉，就是那个臭脚丫的味道。没有，那个是海苔。老婆刚才很贴心的帮我试验了一下这个，挺好吃的。对，她说其实是海苔泡了白醋的一个酸味在里面。那我们继续。还蛮好吃的，但是我感觉我刚才吃了两大口就已经很有饱腹感。1、2、3开始。没有肉的面，一共只有怎么才有三片？这么大一碗只有三片肉。好，剩下一分钟，我们就剩下四分钟，剩下四分，剩对三分半了，快。腻的，对不对？难以下咽。你偷偷一共吃了九分钟后，还像是一座山一样。你看这个面料。我们挑战成功了，成功的还剩下一座山。OK， 为什么它会很难挑战的原因，我已经总结了，总共有三点。第一点就是我可能真的不够饿。第二点就是太腻了。真的吃到后面你就感觉每一口下去都难以下咽，因为那个塑料，对，不是塑料，就是面里面本身有的那种，就是泡面啊，
泡面的那种塑料味，它会慢慢的在嘴里扩张开来，然后呢让你难以下咽。第三就是它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分量会给你很有压力感，然后呢让你，对，刚刚是谁说四块泡面没压力，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换了四种不同口味的泡面，就是一次一次冲，我觉得你可以吃完。我跟你讲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你干着吃可能吃的都比湿着吃多，它越泡越多，你看越泡越好。宣告这个影片挑战成功，跟大家 say bye bye， 大家拜拜。如果想看我更多吃播呢，欢迎点赞、订阅、转发、评论、关注，来给大家尝一口。下次影片见咯，拜拜。